我们可以一次又一次的去撞南墙，我们不能一次又一次的失去理想。Hello， 我现在在火车站，因为这周李玄来找我玩，所以我现在来接他。现在在出站口这个地方，今天是周四下午了，等他。在我在这里等待的时候，就有那种志愿者给我发了一个小本本，文明行为促进条例，还有点厚，翻一翻。哎呀，我一只手不好翻呀。这是什么东西？好绝啊！认真研读。哎，玄，你在哪儿呢？我找不到你，我累了。哎。哎，他好好笑哦！礼物，我给你个礼物。谢谢。现在3:30快4点，带雨轩来吃饭。但是我今天10点吃了早饭，12点吃了中饭，现在3:30又来吃肉，令人没有食欲。我真的好撑啊！我好饿啊！令人窒息。李玄现在快乐吗？快乐。吃饭为什么不快乐？真好。还好有排面。你为什么要挽着我呢？我挽着你呢。好为难我。真是的。你看我框不进你。哎，你看这个，哎，相机美颜效果还是可以的。是吧？我也觉得。我也觉得。又拥有了茶叶色。我好胖啊！我真的好胖啊！我拍你脸。好 ，OK， 2杯，什么来着？又要拿铁。哦，你在录视频哦，我也在拍照。啊、又要来拿铁和那个什么抹茶菩提。好，开始了。是刚刚说什么？我们刚刚录了一遍，但是没录进去，所以现在要重新录一遍。录什么？我们刚刚说了什么？事情是这样的，我们今天来了呢，来了之后就去吃饭了。吃了一下什么烤肉，3:30，对，3:30的时候我们吃了下午饭，然后现在我们去逛了个商场嘛，然后长沙这个地方怎么说呢，是个好地方，长沙值得，幽兰拿铁不值得，我不能说什么，我再夸一夸长沙，大家可以来长沙，但是千万不要去喝幽兰拿铁，对。然后我们现在准备，吴吉吉准备带我去吃。我觉得最好喝的。吴吉吉现在准备带我去吃不知道什么东西，他让我随便吃，我不知道为什么他身为一个湖南人，他不会给我安利，他让我自己随便去吃。要不？不是啊，这应该当时是好吃的，随便吃都好吃啊。哦，是吗？刚刚我看到了一家臭豆腐，吴吉吉说，说实话，这家臭豆腐不怎么样。但是那个真好吃。但这样举着相机真的很累。主要是我的脸还很丑，但是你很好看，是很棒，因为我好看。我今天普普通通，吴吉吉就是要去参加创造101的小萌妹，我就是他的经济助理姐姐，熟悉的糖油坨坨，熟悉的地点，我总是带女孩子来吃糖油坨坨，我是什么垃圾啊？你会买裤衩干嘛呢？我也觉得有病。那你为什么买裤衩？不知道。来，绝美侧脸，这是正脸，绝美正脸。侧脸。正脸。哦，相机太真实了，我不想拍你了，太真实了。不，我的相机挺好看的，真的挺好看的，是真的。Hello， 我们现在要记录这一刻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刚刚练完舞，然后看一下自己的录的视频，跳的跟屎一样。太丑了。就不是在跳舞，我是在做广播体操，很好笑，就很好笑，真的。小心点。有意思吗？还让我现场打光，有意思吗？没意思。太黑了。卑微如我，我现在给李玄买饭回来了。然后他12:30，如果我不是下课回宿舍的，他还在睡觉，我真的。你有病是吧？有病，偷偷骂他，品一品现在这个垃圾，我要辱骂他，垃圾，他还指使我给他
什么什么给他买饭买饮料，还要饮料还没买呢，还要给他把饭打开再合上，然后伺候这个大爷，垃圾。对这种做事专注的女人毫无抵抗力。谢谢你妹。不用谢。好兄弟就是这样的。好认真哦。Hello， 大家好。现在是下午4:42。我们从下午1点左右开始做，做到现在。他还在努力。主要是他有刚开始的活泼少女，变成现在死气沉沉，大家看他表情都不太对，整个人充满着那种疲惫的那种感觉，就疲惫的不耐烦。对，这也是我的完成品被李璇打了回来。对，我让他打回去让他重做，因为不知道是个什么东西，反正你穿什么里面就像一层纱，你要是不穿打底裤，我觉得你的内裤都会露在外面。然后这个是我给他抽的什么什么，帮他忙，我真是一个体贴的小女孩。大家再看看这个，这个是他给自己做的裙子，其实我觉得还挺好看的。算了，我认真一点，虽然还没做完，但是还是可以的。这个饼图也挺好看的，颜色也挺好看的。他说要给我做一件，大家说说而已啊，不要当真。大家。嗯，就是说到时候要是他没做出来的话他就死了。对，想听什么？哦，来，大家多多支持。加油。我现在就是生无可恋，有点不耐烦的跟你说。那没办法，你也要做是不是？毕竟我明天就要去录了，然后我还买了周黑鸭，吃到不想再吃。可是我一口还没吃。然后这个茶颜悦色也喝完了。 我现在十分咸鱼，就是真的很咸鱼。他好社会啊，朋友们，看看他的眼妆，我敢刚走在街上。我擦，防晒霜，你别拍我！天哪，这个姐染着红毛，我知道，灭霸都喜欢染着红头发的干女儿，我懂。你别，这个地方有点，让我看看我自己呢。其实我也好不到哪里去，但是稍微比他好那么一点点。你看我看起来是，等一下，谢谢你姐妹。我看起来是多么阳光的一个女孩。1点了，我们终于要出门了，我们要出门去拿我们的腰封，然后带上我们的粉色小裙去录我们的性感小宅舞。好了，拜拜。哒哒哒哒。噔噔，下！别拍我的眼睛，求求您，吓到了！特别像我那种整容失败的那种案例，你知道吗？笑一个。对呀、啊，你看人家说笑一个，你都不笑，太冷漠了，你知道吗？不想理你。太冷漠了，大家，看看我的小恐龙，我觉得很可爱。这是昨天吴静静给我买的。谢谢他花20块钱，谢谢他花20块钱给我买个这个，那你就打到附近的呀，打那个路，是吧？然后再把镜头翻过来，然后就这种镜头，看看。不是你做那个给个低一点，因为他这里，哎呦我的这个，哎，我现在跟这个好像一样，你看，啊，怎么回事啊？我现在这边有泪沟了，太恶心了。我是说我很恶心，我说这个泪沟很恶心。那我打附近的小区。我贴了假睫毛，今天就我今天十分精致。
给我来个什么呢？别吃海苔粘牙齿。吃的，你要吃什么？不知道吃什么。哎，别搞这个，来个这个吧。嗯、这个吗？嗯。好的，我出来。没有什么吃的。没什么吃的。就这样吧，来去结账。水果店姐妹。大家好，这是我的小女仆，都不停要给我拿东西，还要给我花钱。我跟你讲，是哪个鼻子没被我打过？哦，快点！超饱了，超饱。谢谢你给我花了多少钱？22.8，谢谢你，你是个好人。要给你们认真看看我这个小恐龙。好。你说这个妆它上镜了之后会不会显得特别的淡呢？我说话了吗？我只能活在美颜相机。妆是吴晶晶一手构思，也是她衣服也是她一手做的，我没有参与，甚至连钱都没有出。太 nice 了，你在干嘛呀？我在录视频，但是我不会说英语来。跳得真起，嘴角下扬，生无可恋。要死了。事情是这样的，我们录完了我的第一支摘舞，怎么说呢，很胖，唯一的感觉就是很胖，跳的还行，不算滑水，我们跳了4遍，跳到最后的时候我都已经没力气了，就是脚都动不了了，但是很快乐。吴晶晶在社交，吴晶晶在社交呢。他在社交。我们现在录完了，录完舞了，我们跳几遍？4遍。对，跳了4遍，不行了。哦，你看这个滤镜，我真死了，太恶心了。你这个还比较……我本来，我没有穿鞋，我在穿的是我跳舞的鞋，这么高的跟，我觉得我要死掉了，我要去穿运动鞋上脱鞋。我们可以一次又一次的去撞南墙，我们不能一次又一次的失去理想。于是我来到了这儿录宅舞的地方，实现我的梦想。然后我现在要这个刘海，然后我现在蹲在街角卖回忆，蹲在街角等车去五一广场。又是熟悉的五一广场，因为吴晶晶说就五一广场有好玩的好吃的。对，准确说是，虽然这话不好，但是认真的，我不知道哪里还有能玩这样的场场。我这样对相机拍出来，我真的好丑，我妆太浓了。我知道你说的妆面效果。李璇看不惯我的妆，再帮我卸妆。我怕我出去，可是很痛，这个纸很干。轻一点，轻一点点，轻一点点。我的皱纹都要被你擦出来。嗯，好多了，好多了，好多了，拿去。双眼皮贴都要飞出来了。哎，我像一个摄影师。谢谢你，我拍的不是这个。但是我们吃的都没上，等一下。我的刘海还好吗？还健在吗？你这个红头红头发特别适合这种场景。啊？你说你染红头发特别适合这种场景，显得格格不入。干嘛呢？我说你要是穿制服来多好。太儿戏了，我拒绝。太萌妹了，太热了，搞不得。我们现在吃完了饭，然后去吃了日料。
哇，这个光线超棒！我这个建设的肯定超好看。我好像一个新疆人，我像一个人妖，我泰国人妖。我上一次，我上一个 vlog 我是去迪士尼嘛，我朋友说我是泰国东南亚公主，我觉得我今天更像，我今天就是从泰国刚做完手术回来的傻子，累了累了。大家好，你们知道吗？今天吴亦菁已经被三个人邀联系方式了，两个，还有一找李宇轩，问李宇轩要粉的相识，我不是。他的头发太显眼了。现在李宇轩要带我去 H&M 买拖鞋，谢谢李宇轩。此时此刻我就是楚雨荨，哦，我是吴雨荨。谢谢端木李宇。端木神，什么叫端木李？端木雨轩。哦，端木雨轩，端木雨轩。好的，我们到了，我们到 H&M 了，开始选购。好像神经病啊。这个场景很熟悉，我记得我上一次去武汉那边玩的时候也是穿高跟鞋，然后由于太痛了，然后去随便买一双鞋，今天也是很熟悉的场景。李轩好贴心哦，来在线脱鞋。能进不买了，姐姐已经不买，谢谢。如履平地，开心。刚刚回头，你选择喝奶，然后他还要一瓶奶放在我的放鞋子里的袋子里。这个颜色好好看哦。哪个颜色？这个颜色，绿色的。还好，我的快乐。我买东西前，我跟李宇轩说，那种瓶瓶罐罐的东西，如果买了的话，让他提。结果最后不知道为什么，最后的结局就是还在我的手里，我真的很委屈，我现在笑不出来。可是，你别说了，就是你在喝，这也是你说你要喝。能不能尊重一下我这个付钱的女孩，快提着。哦，好惨哦。看这个人走在前面很潇洒，我跟着他的后面又是付钱又是提袋子，心酸酸的一批。好，右转，给你看看我的小孔，再给你们看看这个还有好喝的这个，李璇专心的拍他的，看不到，拍不到日落，但是我手机拍不出来，我拍不出来，算了，给大家看看。就拍这些手一定要稳。